结合了飞机、美食、动物、景观，来到晋元农场肯定会让人误以为置身于马达加斯加。园区内的动植物种类包含了金刚鹦鹉、草泥马、河马和狮子等，不论大人小孩想必都会惊呼连连。民众也可以来到赏机区尽览小港机场飞机起降，并享用咖啡、水果茶或是各式轻食。如果想大快朵颐一番，园区还有烤肉区，工人在此举办聚餐活动。不过令小朋友为之疯狂的莫过于大型沙坑和可爱动物区了吧。无论如何，在偌大的园区空间里，肯定能够让人玩上一整天。